哦，好的，刚好又宕机了，又宕机了，奇怪，我到底是什么东西没设定好，一直宕机。昨天也宕，今天也宕，可以这样一直宕机的吗？咦？设定。是我把垂直同步开会不会好一点？A 边，我觉得我已经开很低了，我把阴影关掉。物理特性，哦，都关光光了。降低，哦，还是有阴影啊。这乌鸦还有影子哎。哇！哎，哇，地图又重置了，又要重走。你还是我踩刚才那个传送门就可以，有可能吗？我去踩踩看。传送门，我猜，好的，不行，还是要重走。冲啊！冲冲不杀了。诶、欸，你这样也可以杀啊！翻滚，翻滚杀怪。我要开打了，要开打了。自己受伤是吗，马格达？不，他绝不会背弃我的。哦，全部变蛇人。比列是谎言之王。事实上，当你杀死凯恩的那一刻，就注定了。诶，凯恩死掉了吗？他怎么不变身？变哥，变哥，诶。我没有解开牢笼。你来的正好，他们准备要把我们献祭。变哥，变哥，变身，哎、欸，还没好。我操！变身。哎、欸。是的，那么我就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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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烂攻，好吧，比我现在还要烂，真的是烂攻。诶、欸，这把我比较好换，只看攻击力的话好一点。冲冲！那等级应该还够吧？20等，这还要进去吗？啊，算了，不要进去了。
死亡标记，死亡标记是干嘛的？好色。死亡标记，进化装甲，暗影之力，降低人移动速度。死亡标记，标记标记，加伤害了，可是要自己按吗？真的要自己按。从这里到奥卡纳斯的路上，不能自动标记吗？沙漠里都是标记。这个难度给他锤到应该没事吧？算了，还是不要让他锤。救救我们！又有人要救了。标记，杀太慢了，敌人把怪物招出来了。里面有什么啊？我忘记了。什么都没有。什么都没有。标一个，标一个。我只能标一个人哦。没办法标第二个人吗？不会标第二个人啊，不行。一次只能标一个人。冰王了，动画我跳过了，标，好弱，战撸，我觉得应该是我把难度调普通，所以敌人才这么弱欸，怎么会这样？记得以前他们边打边闪欸。现在都不用了。我需要回去一趟。需要回去一趟。在我杀。海德格装备还是没给我。我要套装。按太快，看来那把弓有加伤害啊！我好像应该先看一看装备再来卖，不然有时候手贱按太快。我要回城镇。零，我以为这个时候怎么可能会有那些，到底哪里生出来的？
数量零也会显示。那些兽魔猎人简直是杀人机器。是兽魔猎人。咦，第二张是那个地狱之王的真面目吗？太糟了，我们必须设法帮助这些人。咦，我忘记了。艾希拉，让你见识一下地狱之王的真面目。走吧，我带你们进攻。我会把门打开啊。地狱之王的真面目。没有。开门，开门。开个门，开那么久。快点离开，快点离开。全部都变蛇妖。这样不是已经摧毁了？摧毁！看来难度真的要选困难，选普通的话真的有点普通啊。别把他弄死了，别把他弄死了。弹药有限度，还记得大臣的助理发生了什么事？我必须承认，那时真是有趣极了。可惜那家伙到最后嘴里吐露出的也只是满口浓血，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。会按掉。哎，升等了，新技能，多重射击，多重射击，多弹，空降手艺，榴弹到底好不好用啊？七点呢、欸？战宠，蜘蛛战宠，好像比较厉害。死亡标记，好像后来都忘记放了。剑雨25点，哇！我没见过这么多烂敌吧？元素剑，我还是比较喜欢战轮。抓住他们！莉亚，让我进去。喂，我很急，那些守望不喜欢这个。喂，掉了一颗头，是吗？你怎么没有看到那颗头？好吧，没有任务物品了，只要捡起来自动登记这样。这里不是好像还有一个要救人的，还是那是后来，现在还没到。商人，自己一定要到地中去。开门，开门！在开门了，我那么久。
榴弹。咦，弹是不是比较好用啊？咦，好像比较好用哦。加了震撼又比较多。遗忘废墟，遗忘废墟在哪里啊？我忘记了。阿兹莫丹，阿兹莫丹是所有魔王中难掉。纪念品箱，这里吗？是耶，被洗劫的地窖啊，这个地窖短短的，可以打一下。可是废话好多哦。NPC 的废话可以跳过吗？快！我让你看看为什么这个房间这么重要。为什么这么重要哎？因为有两个宝箱。我不像我的父亲是个战士，他箱子里的东西，你想要的就拿走吧。我已经拿走了。又喂了两个箱子，听你在那边说一堆废话。你的对话到底会跳过？或许左盾库勒的头颅哦，在这边。布拉斯特从来没写到这个。欸，所以我没有拿到他的头。那刚才那个是什么东西？在哪里？是这边。咦，这只是什么？蜘蛛战虫。原来是蜘蛛战虫。欸，又没有路了，奇怪，怎么老是迷路？
又迷路了。哦，标记一下。好的人头嘞，我说那个头呢？好像也不是这边啊。哎，把我定住干嘛？哎，又迷路了，还有哪边没去过？总觉得忘绕一圈回来了，每次都走到整张地图都走完才发现。我好像哪边没去过。这设计地图的人太坏了，走到边边才看得到路。哎，这里，我操！哦，就在这里而已，我们绕半天。哦，头。是头。已经带下多少疯狂行径？在这个过程中，他已经获得多少力量？我只能祈求，现在一切都还来得及。哎，秘密基地，我是要回去。哎呀，顺便卖个装备。是永远不会进步的。应该是可以全部卖掉吧。把你逼得这么紧，但这都是为了将来做打算。我明白。是时候。哦，复活了。我会。然后嘞？把库勒的头带走，他可能知道什么有用的情况。这个应该就在左上角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。明明知道他会背叛我们的，太疯狂了！行销考验终于得到了回报，高度精准。还有没有别的？飞身顶峰，飞身滚撞，还有什么？烟雾弥漫。飞身滚撞，
战盾高度精准，哎，不是这个哦，烟幕是飞刃乱舞，高度精准。哎，不是在左上角，糟糕，又迷路了。我又迷路了。哎，是在左上角，没错。但是要绕一圈。我不会让你进入地下渠道。让我进去。让我进去好吗？喂。我可以帮你把门打开。开啊。切。还要在那边，我可以帮你把门打开。马德，快开好吗？舒服的感觉，有东西比我们早到了一步，很可能是恶魔。哎，哥布林，然后让我去。哥布林，不能远远的偷打。先给你个标记。哎，不要跑。卖照，哎，我又迷路了，每次都迷路。奇怪，这个游戏有这么容易迷路吗？诶，跟凯恩叔叔寻找失落的文物虽然有点危险。就奇怪，怎么走完了都没开关。启动一只控制杆了。即使在最黑暗的地方，圣光依然指引着我们。诶，这边又没有路。该不会这边又没有路吧？
战。电球死，寒冰足迹。我还是觉得战轮比较好用耶。多重射击，寒冰足迹。那条水道应该可以通往气粮仓。李总，你是怎么？开门啊！开门啊！我先看这个桶子。神老滩。感谢你放。哎呀，我真没礼貌，都忘了介绍一下我自己。我的名字叫做神老滩。实在想不透，我那个年轻伙伴干嘛要偷命啊？然后把我关进那里。嘿，废话太多了。当初你就不该贸然来到此处，你是怎么活到现在的？我太美了，他们下不了手。会标记一个。天哪，我们警告过他，现在应该安全了。把干锅捡起来，捡起来。哦，可怜的年轻人。干锅。如果你来，其实啊，我能否将再往里面一块？饿死了。你觉得我们在这边可以找到什么好吃的东西吗？你先走，我要回城里去。大家都走掉，通通回城里了。不过其他的人，包括那落入凡间的天使，还有那个女巫，他们都只是为了自己的背叛者而洞穴。我这个好像也要找一下。当他们的傀儡，然而你与地图都随机的。其实也不算随机啊，就几种模式这样。而我觉得我大概都要整张地图绕完才找得到。欸，哥布林，哥布林，标记一下，赏你个陷阱，再给你个陷阱。哇，他闪过了，居然闪过我的陷阱。是乖乖的绕好了，不然等等又走一走又漏掉这样。我们大卡兰姆意图让卡尔丁成为一座怜悯与救赎之城。你还是我应该顺时钟绕。改变国王以来的放逐政策，或判叛国罪的犯人还是会被送往凄凉沙地，除了身上华丽香一无所有的等死。被骗了。这是陷阱。我的憎恨太低。啊，没憎恨了。哦，魔盔，
这样。我这个头盔好眼熟，我拿到第三格，同样的头盔。第三个一模一样的头盔，也没有一模一样，它物品等级比较高，数值比较好一点。一模一样的头盔。奇怪，怎么到现在没有看到任何洞穴？到底该不会真的要把整张地图开完吧？哦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刺客地库，赫拉迪亚的人竟然会来到这里，真是难以。扫位，早就想跟这个对手痛快一战了。哦哦哦，我扫血，难得遇到让我扫血的敌人。霹雳弹，蓄势待发，20秒冷却。诶，这样是比较好吗？我要回复戒律。哦，回憎恨，回憎恨好像不错诶。算了，再看看。箭塔，还是我把翻滚换掉，我很少在按翻滚啊。喂，陷阱！超出我的负荷了。哦，包包又爆了。我需要回去一趟。我的包包又爆炸了。哦，这把弓比较好。反正我是看到弓伤害比较高就换就对了。喂、欸？啊，这要换吗？说我使用传送门不会中断，很小还有防护罩。
这是什么奇怪的装备？0.3%，先不要换好了。这法攻又更好。电力上限，反正之后都会换掉。哇，全部拆光光。结果我只是拿到一堆没有用的材料。有啊，有用啊，只是拿到少少的材料。300，不是这里吗？那妖又迷路了，上面不对，走下面。他是最危险的一个，他无所畏惧。迪亚布罗，还是不对啊，他有没有什么任务指示啊？往哪边走啊？我记得是没有啊，主线任务没有。你会标一个星星哦，居然。当加经验值，哦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加经验值，报仇雪恨，哦，找到了。一堆战轮飞出去。阿尔蒂姆看来是一座邪恶的城市，说不定这一切的源头就是来自我们所惧的恶魔。要换吗？人心的黑暗，先不要换好。他们只是将其诱发出来而已。你说的没错，但有些意志坚定的人是不受影响的。是小试牛刀而已。漂亮的一胜。哦，还有一个背叛者的洞穴。觉得我真的要整张地图逛完才找得到欸，快逛完啊！没用的东西，我没时间。恐惧使你怯懦。
那鸟真的很像敌人。欸，还是它会飞下来。我记得这边好像有鸟的敌人。哦呦，它会下来，会下来。好妖啊，那个背叛者的洞穴呢？已经到底了。该不会在这边吧？没有。喂，传点。诶，哦，在这边啊，快逛完了才找到。你感应得到，为什么不早点感应到？我相信透过这个灵魂石，我将得以。可以，又没有路，又没有路哦，第二层。哎，升级了，自由开火，战斗中，战斗的头啊，战斗中。哎，靠腰，谁在跟我战斗？没有怪啊。哦，蛇取毒轮。分裂石，必射击。我还有新的，这种静止不动回血，穷追猛打。感觉没有比较好哎。还是他会追踪吗？也不会啊。哇，我还是比较喜欢那个两个飞出去的那个放回来，这个看起来比较好用啊，看起来啊。这个丢起来无脑多了。
随便乱丢都中。看来那个看上去要瞄准某个地方丢比较好。绕一圈回去了，往这边走，终于学乖了，不要绕一圈再走回去，这样结果是死路。好吧，还是要走过去，还是这边。我就不信我会绕一圈走回去。没有，没事。鞋。这比较好。这种贫瘠的沙丘上生存，真是不可思议。这里的每个人，我的命。然后最后应该是在上面这边的吧？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然后就要打库勒。你只要你有机会，就会出卖我们。我有许多名号。遭遇了，算，不要打。几百年来，我不断发掘、学习各种秘密，因为真相，这里是通往我命运。冲啊！哈！怎么都没有怪物？这走道也太惨了。锁门的后方藏放着两个曾以我心血驱动的圣物，天使不比恶魔好多少。你知道他们曾经投票表决过是否要消灭全人类吗？只差一票，我们人类就要灭绝了。泰瑞尔，他是天使中的衣冠星王。是。不论他是什么身份，他就是正义的化身。而种族灭绝是没有任何正义可言的。这边应该乱走都不会迷路吧？看起来像是只有一条路啊。不要再让我迷路啦。我的背包满了。应该先看一下有没有装备可以换，不然真的又卖掉了。要不要换？算了。怎么都是衣服啊？表示我这件衣服太烂了吗？该把它换掉了。腰带。
榴弹弹跳三次。哦。啊！不要换，不要换。好，全部拆掉。但那个全拆的按钮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出来。哦，真的会跳三次。他跳完三次之前，敌人就死掉啊。咦？哦，原来可以这样用，跳三次。跳跳跳。我本来可以帮助全人类成为灭霸的婴儿，开创一个黄金的纪元，可惜。我在赫拉迪姆的弟兄们，我们将用他的血人类的真正使命。还有 BOSS 吗？没有。诶，有有有有有。我终于解开泰瑞尔赐给我们赫拉迪姆的灵魂石的秘密了。嗯。灵魂引爆，我打造的灵魂石，极速剑，囚禁许多恶魔的灵魂，甚至是天使的灵魂。死亡标记，哦，三个哎，换一下，换一下。哦，什么灵魂引爆？我觉得我退去要断了，对不对？喂，没事。连环引爆。咦，不知道什么极速剑，极速在哪里？这里。多重射击，自由开火，极速剑，烈士颗榴弹啊！要换哪一个来玩一下？我先把战轮换掉，我不好不好用，哦，直接炸一下。可是我觉得我用应该会换成战轮，因为战轮比较无脑。哎，也没有哎，哦，哎，这个也蛮无脑的，炸下去全死这样。哎，也没有全死啊。好吧，有点想换回来。极速剑，不知道多少40哦，所以我丢三下就没了。丢三下我震撼就没了，好吧。感觉伤害蛮高的哎、欸，丢丢丢就没了，我还是换成战轮好了。战轮，
换我的，我觉得我的准头没有很好，这样随便丢一丢，我的震撼就没有了。要开三个哦。我们只剩下最后一个方法。哎，对，好像本来就是要开三个。并将身躯还有他的身体。我的身躯竟然费了这么大的功夫，很气人。你背叛了他们所有人，当然会被关起来。他们一向没什么想象。哇，又是死路。哦，又没有路了。咦，这是什么？哦，找到了，找到了。我一开起来又有怪要打。我能够理解您对我的不信任，然而我们的相似程度比你想。六张。都体验过身为涅法雷姆的滋味。涅法雷姆。然后我们就能成为这个世界的霸主。我不会跟我不相信的人。啊，不要废话，开打、啊！这条普通难度真的有点简单欸。敌人几乎都可以站着打。记得以前玩他们躲来躲去，现在好像都不用。战撸，龙卷风都不用躲。好的，把那防护结界，看来我那些黑灵魂死在那边。哦，然后嘞，秘密基地。诶，不是这里哦，哦，秘密营地，奇怪，我怎么会脑补成秘密基地？秘密营地，当兵，我们得见。当然，我们出发吧。拆一下装备，啊，应该都不要。还有。欸、那个全拆按钮真的都不出来哦。比利已经对这座城市展开攻击，快！艾希拉已经在下水道里头了。下水道。快，我们会保护你的安全。诶、欸，我那个，诶、欸，还不是那个旧马车的哦。
哎，要救人、欸。如果不救人会怎样吗？我忘记了。记得这好像还有一个成就。以前应该解掉了。真正的战斗，你那个人在干嘛？跑反方向欸。哎，那个人又跑反方向，莫名其妙。这个村民跟好好吗？哎、欸，在干嘛？这个莫名其妙的村民。要不要修装备啊？修一下好了。嗯？这边怎么好像走过了？我是不是有什么事没有做嘞？莉亚没有跟来啊？哎、欸，是不是要把莉亚带过来？我的。好，搞错，搞错地方了。还好我有看到，觉得怪怪的。开开开！哦，全部都变怪物，变成蛇人。接下来应该是地狱之王的真面目了吧？快开门！喂，没事。我怎么觉得我的退曲又要断线了？哦，没事没事。地狱之王的真面目。